这就是罗浮的剑墨啊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你不是云奇吗？云奇也不会特意去看剑墨啊，再说我刚来不久。我们耀青的蛇纹祸迹是轮月亮，感觉比罗浮的好看。我听闻剑墨早已枯朽，怎会突然生长蔓延？是星河邪物作祟，别无解释，需待尽快返回石王寺。 我有伤在身，行动不便，征用几位医程，只消找到信查渡口，助卫即可自由行动。没办法，罗浮上的每个人都有帮助石王寺办案的义务。实在抱歉，石王寺征用云奇，按规矩。 我是必须得听，又耽搁你时间了。等把你们送回去，我请你们吃饭吧。那要不你找机会偷偷溜了，随便找个地方蹲着，我把他送走就回来找你。别啊，现在罗浮这么危险，放你一个人乱跑，我哪放心啊？ 还是一起吧。哼，没想到简简单单几步路，横生这么多波折。这下，我们又是石王司的人了。丹恒兄作何感想啊？好，快人快语。我嘛，大约是没法置身事外了。 咱们尽快找到星查渡口，把这位石王司判官送走，好接着赶咱们的路。汝之样貌，甚是熟悉。不必紧张，吾已对照了幽囚域的会影图形名册，并无匹配。 汝之样貌，甚是熟悉。我已对照了幽囚域的会影图形名册，并无匹配。实在抱歉，又耽搁你时。那要不你找机会偷偷溜了，随便找个地方蹲着。 我是第一次见到石王司的判官，你们都负责什么呀？管辖长生种兽术与魔音身之事。哦，那确实，可能见不到是最好的。确认，通往渡口的路，应该不是这条吧？ 各位，当心！起风了，有生意成为星柴吧。 纠缠不清，后悔已经迟了。
点虚。嘿！别拦着我！后悔已经迟了。赢！要开始了。我来治治你。嘿，早点给你个痛快。你自己的意志抵达结局吧。纠缠不清，这就让你解脱，随蝴蝶一起消散吧，旧日的幻影。下一个，看着有点虚。嘿，我公叔良又岂是贪生怕死之辈，公造寺的安危如今全指着我一人了。不成，阿彩，你自个儿逃命去吧，云奇久久不来，为今之计也只有老夫力挽狂澜。大叔，你别逞英雄啊。阿彩，你怎么开口说起话来了？说谁小狗呢？哦，对不住姑娘，我也寻思没给小家伙安装人声啊。嚯，怎么又来人了？学徒们都逃了，公造司只有老夫一人，你们几个也快快逃命吧。你刚刚说云奇久久不来，本姑娘身为云奇，这不就赶来了吗？哎呀，这里的事情就交给我来操心，你先跟咱们一块走吧。不成，老夫身为公正，有责任留守四部。哎呀，看来得使些不得已的手段了。你是准备自己动起来，还是我让身后那个穿白大褂的小伙儿把你塞进他的白箱子里运走？你给我一炷香的时间考虑。现在马上。纠缠不清，我无意挑起争端。看着有点虚。嘿，再坚持一下。云奇的小姑娘，将军怎么只派了你一个人来？这次受灾波及太广，云奇就算有再多人也分不过来啊。放心吧，大叔，我会帮你周全的。原来你怕我。后悔已经迟了。
经结束的过去并不重要。让你解脱，随蝴蝶一起消散吧，旧日的幻影。别拦着我，早点给你个痛快。以自己的意志抵达结局吧。哎，老夫再走几步都快到大门口了，谢谢你们护送，咱们就在这儿暂别吧。就差几步路了，您不跟我们一起离开吗？大家各有职责在身，打从进宫到司那天起，我照料司部中一切运转，无一日懈怠，今天也不能。学生们推到门口那是应该的，我却不能教他们瞧见老师傅贪生怕死。跟你们到这儿就够了，接下来我得看看自己还能为公造司做些什么。大叔。小丫头不必再劝了，老夫惜命的很，绝不会乱来的，快走吧。人人各有职责，走吧。那东西看样子不想让咱们过去啊，我看看。我上去吼两声应该能让他退下吧。恐怕素商姑娘吼再凶也没办法打发他，眼下这公造司里除了阿才之外，怕是没有一个技巧能听人命令的。那怎么办？好办，不听话打倒就是了。孟葫芦，我印象中你不是这么鲁莽的性子啊。咱一块上吧。麻烦的家伙，争斗并无以规则，就是来打破的。生死虚实，洞天幻化，长梦一绝。让你解脱，随蝴蝶一起消散吧，旧日的幻影。早点给你个痛快，我来治治你。嘿，我无意要开始了。纠缠不清，下一个。判官带人行动时没有人接应吗？十王司判官独来独往，各奉使命。不过吾有个妹妹，汝让吾想起了她。
诸位，我看到星蝉了。剑墓重生，势必引来众多祸患。云奇军定在毗陵剑墓的丹顶司，向那边去即可。感谢诸位一路保护，此行善业，无会上禀失望。若有机缘，定当回报。好了，这一路总算是又做了一件好事。他说，云奇军在丹顶司，我打算找一艘船，这就归队。你们怎么说？你要留在这儿？不成不成，公造司也不够安全了。这样吧，我就再辛苦一阵，护送你和罗刹先生一段路。那就有劳素上姑娘了。见机就行事，好了，怎么？嘿嘿，你自己的意志，抵达结局吧。去拿下吧。等等牌就来。好吧，还没摸到来。看起来不错。
规则，就是来打破的。一举拿下吧。该我出场了。行了。哇。来。嘿嘿。以自己的意志抵达结局吧。原来是这样吗？看起来不错。
我还挺能打的嘛，等等牌就来。来，还没抹住啊。怎么？要开始了。以自己的意志抵达结局吧。看起来不错。看起来不错。来点手气，算你们运气不好。来，哼，机不可失。规则就是来打破的。运气来了，挡也挡不住呢。起风了，心塔顶了。该我出场了。以自己的意志抵达。算你们运气不好，见机就行事。行了，机不可失。规则就是来打破的。以自己的意志抵达结局吧。
时间还早，现在去哪儿？这棵树都枯萎了几千年，居然重新长起来了。你来了，从脚步听来，你的状态不错。不必羡慕，这不是天赋，只是目不视物所得到的补偿。我听到的、嗅到的，终究无法替代你眼前真实的色彩。还是来谈谈正事吧。在下研究了一下你得到的那个药方，龙盘球月。现在得到了一些初步的结论，请你帮在下送去神策府吧。结论嘛，从结果上来说，在下并不认为龙盘球月拥有解药，甚至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不会有任何解药。在下已经将更详细的内容整理成文了，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看看。这是在下整理好的龙盘球月药理考，若测试长急着想看，就要劳烦你呈递上去了。树都枯萎了几千年，居然重新长起来了。你来了呀，怎么，是有什么事要商量吗？这么快便有下文了，看来这几位丹士确实颇有水平。丹叔，等等，丹鼎司的丹士长怎么也滞留在外？我听说这位大人双目失明，不良于行，平日里绝少离开丹鼎司的洞天。以他的记忆学识，难怪这么快就能解除药力。让我瞧瞧他的报告。没有解药，这些妖人到底从什么地方搞来如此高深的丹方，真叫人头疼。不过这已是一条线索了，多谢你，务必收下这些谢礼。不必客气，你为罗浮、为仙州做了很多事，身为测试长，这是我应有的答谢。从新茶海赶过来看剑墓的。谢谢你能来见我。在下这次驻留长乐天，本是来为一些同胞看诊送药，但临时接下了神策府研析药方的活儿，耽搁了时间。我备制了些药物，
若是误了时间可不好了，能否请你代劳帮我送去？原本送药可以由同僚们代劳，不过眼下四处都需要医事，指望不上他们了。想来想去，也只好拜托你，就当是互惠，如何呀？若是他遇上什么困难，请你回来时也告诉我。配好的药在这里，他家就在幽霞亭附近，去那里很容易就能找到他。这就是丹叔让我找的孩子吧？他来这儿是为同样眼盲的孩子看诊送药吗？他下不来喽，下不来喽！喂，那边那个画外民，你在这围观什么呢？这是你该看的东西吗？你到底是谁呀？警告你，别多管闲事啊！老大已经好几天没打过画外民了。让开点，别在这儿耽误哥几个的正事儿。赢。老大。哎呀，老什么大？快扶我起来！我都看到了，这家伙突然用内力暗算老大，你太卑鄙了！没错，要是你没用内力暗算我，我肯定一拳就给你打得满嘴血。不是吧？我看着就是老大一拳没打动人家呀！你给我住口！走吧，老大，咱们不跟这种不讲武德的人一般见识。哼，今天先放你一马。是公平对决，我未必不是你的对手。就是就是，大哥哥，谢谢你帮我，我没事。是我自己不好，本不该到处乱跑的，结果撞上那几个家伙。他们平日里边取笑我眼睛瞧不见东西，总爱在我面前使绊子，偷我的东西。还好有大哥哥在这儿，要不然他们才不会这么轻易放过我。是丹叔大人托你来的，听说最近出了许多乱子，他一定很忙吧？谢谢大哥哥，也请你帮我谢谢丹叔大人。他怎么孤零零的一个人来去？算了，药已经给到了，去和丹叔汇报一下情况吧。我是专门从新茶海赶过来看芥末的。怎么样，药已经送到了吗？他
让我想起小时候的自己。在年幼的时候，我也和他一样在黑暗中摸索，要面对不知何时迎面而来的障碍，还有人们不自知的恶意。被欺负了或是摔伤了，只能哭着求丹顶斯的医师为我治伤。一来二去，我自己也走上了这条道路。多谢你能保护那个孩子，小友，在下能否拜托你另一件事？我想去见见那个孩子，要麻烦你为我引路。我担心他一个人来去，也想听听他最近的心事。那个孩子的父母因为丰饶民战争而离世了，收留他的亲戚也和他不甚亲近。我为他看病时，常常成了他倾诉的对象。医者开药也许能保护一个人的身体，但有时候心里的孤独和创伤，却只有陪伴关心才能慢慢疗愈。他说他有心事时，都会去公造司找个角落坐下，听听那里的声响。孩子的父母曾是公造司的工匠，想来是那里让他心有怀恋吧。我猜他眼下是往那儿去了。不成，眼下遍地都不太平，他一个目不识物的孩子，可不能放着他乱跑。怎么回事？那孩子是遇到什么危险了吗？救命！就以奇珍万玉星同辉。见机就行事，怎么？嘿嘿，算你们运气不好。没事了，没事了啊，小玉。谢谢大哥哥，谢谢大叔大人。有他在，不必害怕了。可是我，一想到自己给丹叔姐姐、给大哥哥添了这么多麻烦，拖累了两位，就觉得很惭愧。只是这样吗？那……你最好先学会习惯起来，因为在之后的几百年里，像我们这样目不识物的人还会继续拖累我们遇到的每个人。如果只是因为这点小小的愧疚就让你感到伤心，这条长路你还是一步也别走下去了。这不是安慰，这是现实。在黑暗中独行，恐惧着突如其来的障碍，不能理解别人描述的所见所闻。所有人，所有事物，都像是笼罩在漆黑的炭火里，看不见，却能灼伤你。这样的生活，对长生种而言，还要持续将近千年的时光。他必须学会靠自己挨过去，而不是妄想任何人的救助。是啊，
我确实在努力改变他这样的人的处境。不过，在那之前，他必须先像我一样，学会忍受黑暗。我，丹叔姐姐，我能靠我自己，只有自己才靠得住。很好，希望你能永远记住这一点，永远。这地方太危险了，咱们回长乐天吧。再次感谢出手相助。像我们这样的天缺者，年轻时免不了遭受欺辱，即使历尽了苦难，坐上了丹市长的高位，也依然对很多事束手无策。正因如此，在下才会对他说那些话。那些话在你听来一定很刺耳吧？可是，与他未来会遭遇的一切相比，在下那番话只能算是和风细雨。长生种的身体状况是从出生开始就注定的，相貌颜丑，心智咸愚，身材高矮，这些全都自出生的那一刻被永久固定在了血肉基因之中。许多在短生种处可以借由技巧或手术弥补的缺陷，对仙州人反而回天乏术，因为无论采用何种手段，植入何等技巧，我们的身躯都会复原回最初的模样。我也曾不信邪，为自己装上过义眼，不过很快被摘除的盲眼又再度生成原状，让我痛不欲生。而从那以后，这重获光明的片刻反而成了永久灼痛我的记忆。对于长生种来说，天缺即是永恒的苦行，避无可避。讽刺啊，很多丰饶民，也就是所谓孽物，不会受此折磨。至于天缺，大约是受瘟祸祖为背叛者准备的诅咒吧。不，没事了，是在下一时失言，辛苦你陪我走这一遭。我想我在长乐天的心愿也暂时了却了。对了，在下有一件礼物想要送给你，但这还需要我准备一段时间，等到谢礼准备好，在下会联系你的。那我们就暂时别过吧，小友。丹叔需要一些时间来准备给我的谢礼，现在闲来无事，不如去三余书寺看看书，等他联系我吧。我是不经世上有。你油烟积累，修理心肠。什么年代了，还在看传统文学？网文才是当代文学的终极形态。
没问题，看吧。谢衍先生说了，即使对方不买书，只看书，也绝不能赶课，宁可不赚钱，也不能寒了读书人的心。不过，你最好在不碍事的地方看，不要挡住其他客人。你在等的人已经联系你了，慢走，路上小心，下次记得买书哦。小友，你来了。这阵子你奔波劳苦，我想为你提供一些有帮助的东西。研究神策府提供的证物，让在下小有灵感。我比照了相关的历史文献记载，调配了一副延寿健体药。在下将它定名为参云城鹿丹，想送给你。服之令人身轻体洁，延寿养生。对无名客而言，一定能让你的旅途更为轻松吧。好了，在下还有些事需要处理，那么我们就此别过吧。希望下次见面时，我能有机会看清你的模样。倒不是信不过丹叔，但这种东西真的可以随便吃吗？情况有些怪异，还是去神策府找青族商量一下吧。我是专门从新茶海赶过来看芥末的。呀，好久不见，今天来神策府有何贵干？我明白了，听你的描述，你怀疑他送你这丸药的用意。这样吧，你把那个参云城鹿丹交给我，我去找人化验。我得找一位可信任的丹师，要劳烦你在这儿等我片刻。眼下的局势里，还真不容易找到像你这样可以完全信任的人。万幸你足够警觉，没有服下这丸药。丹师们在其中验出了诸多禁忌成分，与之前那张药王秘传的诡异丹方同出异路。虽说早就料到丹鼎寺内有内鬼，但没想到是如此身居高位者。我会立刻传令通缉丹叔的，如果你有找到他的线索，也欢迎随时与我联系。带上这个谛听吧，也许能帮你找到这位朋友。
我是专门从星茶海赶过来看芥末的。丹叔不在这里，该去哪里找他呢？对了，丹叔给我的药盒上残留了他的气息，用青族给我的谛听找找看吧。出来吧，小谛听，帮我找到丹叔吧。那是丹叔。既然他和一群药王秘传在一起，那么情况大约就是如此了吧。魁首大人，请您退后，我来处理这家伙。无妨，他是我的朋友。不少兄弟姐妹都折在他手里了。我知道。我说了，他是我的朋友，退下。是，魁首大人。没想到你会来找我，老大，真是粗鄙的称呼。在下是药王秘传众兄弟姐妹之首，是慈怀药王的子翼，我们会带领整个仙州联盟走向丰饶的道路。你吃了我给你的参云成露丹吗？是求药时抵达仙州梦寐以求的不死仙方，它能赐予短生种转变，将你变成仙州人或是孽物，如何称呼取决你如何看待此事。请你相信在下，在下从没想过要加害于你。我很欣赏你，只是想把长生与自由的机会留给你。小友，在下恳求你离开罗浮，离开这场争端。事情并不是你看到的那样，神策府的猎狗是如何向你形容这场内战的？代表正庙正神的地宫司命，在宇宙中追猎邪神寿温祸祖，而药王秘传是邪神的爪牙。事情当真是如此吗？你不了解慈怀药王，也不了解妖宫祸祖，但你了解在下。在你眼里，在下是这样的人吗？在下不要求你站队，只是希望你能远离罗浮，远离这一切。这一切本就与你无关，我也不想与你为敌。既然你我都不愿刀兵相向，那么就此别过吧。在下这些日子一直在想，妖宫祸祖不是善神，慈怀药王亦不是恶神，
你站在景元那边，只是因为你先认识他们罢了。真遗憾啊，如果你先结识的是在下，也许我们就能成为真正的朋友了。魁首大人，我们得走了。在下衷心希望这是你我二人的永别。再见了，无名客。哎，去神策府通知一下秦祖吧。时间还早，现在去哪儿？怎么样，你找到丹叔的消息了吗？没能抓住他吗？我明白了，这些家伙潜伏良久，如今终于露出真面目，一定是为了某些更可怕的计划，我得加快搜捕的步伐。无论如何，还是感谢你的帮助，我们会根据你的情报去搜捕丹叔的，辛苦你了。听景元说，你受他所托，即将前往丹顶司与太卜大人率领的大军会合。我这里就不多耽误你的时间了，请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另外，如果你再次遇到丹叔，请及时通知附近的云奇。收下这些酬劳吧，这是你应得的。